第94回，四僧宴乐御花园，一怪空怀情欲喜。画表孙行者三人随着宣召官至午门外，黄门官及时传奏宣进，他三个齐齐站定，更不下拜。国王问道：哪三位是圣僧驸马之高徒？姓甚名谁？何方居住？因甚事出家？取何经卷？行者即近前，意欲上殿，旁有护驾的喝道：不要走，有甚话立下奏来。行者笑道：我们出家人得一步就进一步。随后八戒、沙僧亦聚近前，长老恐他村鲁惊驾，便起身叫道：徒弟呀，陛下问你来因，你即奏上。行者见他那师父在旁侍立，忍不住大叫一声道：陛下，亲人重疾，既招我师为驸马，如何叫他侍立？世间称女夫谓之贵人，岂有贵人不做之理？国王听说大惊失色，欲退朝恐失了官瞻，只得硬着胆叫进士的取绣墩来请唐僧坐了。行者才奏道：老孙祖居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，父天母地，实烈无声，曾拜智人学成大道，复转仙乡，孝聚在洞天福地，下海降龙，登山禽兽，消死明，上升级，官拜齐天大圣，玩赏琼楼，喜游宝阁，会天仙，日日歌欢，居圣境，朝朝快乐，只因乱却蟠桃宴，大反天宫，被佛擒服，困押在五行山下，饥餐铁蛋，渴饮铜汁，500年未尝茶饭，幸我师出东土拜西方，观音教令脱天灾离大难，归正在瑜伽门下，救会悟空，称名行者。国王闻得这般名重，慌得下了龙床走将来，以玉手挽定长老道：驸马，也是朕之天缘，得与你这仙音仙眷。三藏满口谢恩，请国王登位，复问：哪位是第二高徒？八戒撅嘴扬威道：老猪先是为人贪官爱染，一生混沌，乱性迷心，未识天高地厚，难明海阔山遥，正在悠闲之际，忽然遇一真人，半句话解开夜网，两三言劈破灾门，当时醒悟，立地投师，仅修28之功夫，净练33之前后，刑满飞升，得超天府，合蒙玉帝厚恩，官赐天蓬元帅，管押合兵，逍遥汉阙，而只因蟠桃酒醉，戏弄嫦娥，折官衔，招贬临凡，错投胎，托生诸相，住福陵山，造恶无边，遇观音指明善道，皈依佛教，保护唐僧，敬往西天，拜求妙典，法会悟能，称为八戒。国王听言，胆战心惊，不敢观去。这呆子越弄精神，摇着头，撅着嘴，撑起耳朵，呵呵大笑。三藏又怕惊吓，即斥道：八戒收敛。方才插手拱立，假扭斯文，又问：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？沙和尚合掌道：老沙原系凡夫，因怕轮回访道，云游海角，浪荡天涯，常得衣钵随身，每练心神在摄，因此虔诚，得逢仙侣，养就孩儿，配缘姹女，功满3000，和合4相，超天界，拜玄穹，
官授卷帘大将，侍御凤辇龙车，号封将军，也为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，贬在流沙河，改头换面，造孽伤生。幸喜菩萨远游东土，劝我皈依，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经果证，从立自心，复修大觉，止和为性，法会悟净，称名沙僧。国王见说，多惊多喜。喜的是女儿招了活佛，惊的是三个实乃妖神。正在惊喜之间，忽有正台阴阳官奏道：婚期已定，本年本月十二日，人子陈良、周堂通力一配婚姻。国王道：今日是何日辰？阴阳官奏：今日初八，乃戊申之日，猿猴献果，正宜进贤纳事。国王大喜，即着当驾官打扫御花园、管阁楼亭，且请驸马同三位高徒安歇，待后安排何锦家言着公主匹配。众等亲尊，国王退朝，多官皆散，不提。却说三藏师徒们都到御花园，天色渐晚，摆了素膳。八戒喜道：这一日也该吃饭了。管办人即将素米饭、面饭等物整担挑来，那八戒吃了又添，添了又吃，只吃得撑肠煮腹，方才住手。少顷又点上灯，设铺盖，各自归寝。长老见左右无人，却恨则行者，怒声叫道：悟空，你这猢狲，翻翻害我，我说只去倒换官文，莫向彩楼前去，你怎么只要引我去看看？如今看得好吗？却惹出这般事来，怎生是好？行者陪笑道：师父说仙母也是抛打彩球，欲救援成其夫妇，似有暮鼓之意，老孙才引你去。又想着那个几姑布金寺长老之言，就此检视真假，是见那国王之面，略有些晦暗之色，但只未见公主何如耳。长老道：你见公主便怎的？哎，老孙的火眼金睛，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、富贵贫穷，却好实为辨明邪正。沙僧与八戒笑道：嘿嘿，哥哥近日又学得会相面了。哈，相面之事当我孙子罢了。三藏喝道：且休吊嘴，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，果何以处之？行者道：且到十二日会喜之时，必定那公主出来参拜父母，等老孙在旁观看，若还是个真女子，你就做了驸马，享用国内之荣华也罢。三藏闻言越生嗔怒，骂道：好猢狲，你还害我呢！却是悟能说的，我们十节儿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，你还把热舌头夺我，快早夹着你休开那臭口，再若无礼，我就念起咒来，叫你了当不得。行者听说念咒，慌得跪在面前道：默念默念，若是真女人，待拜堂时我们一起大闹皇宫，领你去也。师徒说话不觉早已入更，正是沉沉宫漏，阴阴花香，绣户垂珠箔，闲庭绝火光，秋千锁冷空留影，羌笛声残静四方，绕屋有花笼月灿，隔空无树显星芒，杜鹃啼歇，蝴蝶梦长，银汉横天宇，白云归故乡，正是离人情切处，风摇嫩柳更凄凉。
八戒道：“师父，夜深了，有事明早再遇，且睡，且睡。”师徒们果然安歇。一宵夜景已提，早又金鸡唱晓。五更三点，国王即登殿设朝，但见宫殿开轩紫气高，风吹玉月透清宵，云移豹尾旌旗动，日射螭头玉佩摇，香雾细天宫柳绿，露珠微润院花娇，珊瑚舞蹈千官列，海燕和清一统朝。众文武百官朝罢，又宣光禄寺安排十二日会喜加筵，今日且整春雷，请驸马在御花园中款玩。吩咐易志思领三位贤亲去会同馆少坐，着光禄寺安排三席素宴去比奉陪。两处俱着教坊司奏乐，服侍赏春景消迟日也。八戒闻得应声道：“陛下，我师徒自相会更无一刻相离，今日既在御花园饮宴，带我们去耍两日，好叫师父替你家做驸马，不然这个买卖生意弄不成。”那国王见他丑陋，说话粗俗，又见他扭头捏颈，撅嘴巴，咬耳朵，即像有些风气，有恐搅破亲事，只得依从，便叫在永镇华衣阁里安排二席，我与驸马同坐，留春亭上安排三席，请三位别坐，恐他师徒们坐次不便。那呆子才朝上唱个惹，叫声多谢，个个而退。又传旨叫内宫官排宴，着三宫六院后妃与公主上头，就为天庄缓子，以待十二日加配。将有四时前后，那国王排驾，请唐僧都到御花园内观看，好去处净铺彩石，建凿雕栏，净铺彩石，净编石畔长奇葩，建凿雕栏，建外栏中生异卉，腰桃迷翡翠，嫩柳闪黄梨，不觉幽香来绣满，行沾清味上衣多，凤台龙爪，竹阁松轩，凤台之上吹箫引凤来仪，龙爪之间养鱼化龙而去，竹阁有诗，费尽推敲裁白雪，松轩文集烤成珠玉铸青边，假山全石翠，曲水碧波深，牡丹亭蔷薇架，叠锦铺绒，茉莉剑海棠旗，堆霞气玉，芍药异香，蜀葵奇艳，白梨红杏斗芳菲，紫蕙金萱争烂漫，立春花，木笔花，杜鹃花，妖妖灼灼，含笑花，凤仙花，玉簪花，湛湛微微，一处处红透胭脂润，一丛丛芳浓锦绣围，更喜东风回暖日，满园娇媚逞光辉。一行君王几位观之良久，早有一致司官邀请行者三人入留春亭，国王携唐僧上华衣阁各自饮宴，那歌舞吹弹铺张陈设，真是峥嵘昌河曙光生，凤阁龙楼瑞霭横，春色细铺花草秀，天光摇射锦袍明，笙歌缭绕如仙宴，杯甲飞船玉液清，君悦臣欢同玩赏，华夷永镇世康宁。此时长老见那国王敬重，无计可奈，
只得抛墙随喜，诚是外喜而内忧也。坐间见壁上挂着四面金瓶，瓶上画着春夏秋冬四景，皆有题咏，皆是翰林名士之诗。春景诗曰：周天一气转红军，大地熙熙万象新，桃李争妍花烂漫，燕来画栋蝶香沉。夏景诗曰：熏风佛佛思迟迟，宫苑流葵映日辉，玉笛音调惊午梦，寄荷香散到庭闱。秋景诗曰：金井梧桐一夜黄，珠帘不卷夜来霜，燕之射日辞巢去，燕折芦花过别乡。冬景诗曰：天雨飞云暗淡寒，朔风吹雪击千山，深宫自有红炉暖，报到梅开玉满栏。那国王见唐僧思意看诗，便道：驸马喜玩诗中之味，必定善于吟鹅，如不吝珠玉，请依韵各贺一首如何？长老是个对景忘情、明心见性之一，见国王亲重，命贺前韵，他不觉忽弹一句道：日暖冰消大地君。国王大喜，急召侍卫官：取文房四宝，请驸马贺完入下，四镇缓缓未知。长老欣然不辞，举笔而贺。贺春景诗曰：日暖冰消大地君，玉园花卉又更新，和风高雨民沾泽，海燕和清绝俗尘。贺夏景诗曰：斗指南方白昼迟，怀云流火斗光辉，黄鹂紫燕啼宫柳，桥转双生入降维。贺秋景诗曰：香飘橘绿雨橙黄，松柏青青喜降霜，梨菊半开攒锦绣，笙歌韵彻水云香。贺冬景诗曰：瑞雪初晴气未寒，奇峰巧石玉团山，炉烧瘦炭微酥酪，袖手高歌倚翠兰。国王见贺大喜，称唱道：好个袖手高歌倚翠兰。遂命教坊司以新诗奏乐，尽日而散。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尽受用，各饮了几杯，也都有些酣意，正欲去寻长老，只见长老已同国王在一阁。八戒呆性发作，应声叫道：啊，好快活，好自在，今日也受用这一下了，去跟趁宝睡觉去。沙僧笑道：二哥特没修养，这七宝玉如何睡觉？八戒道：你哪里知，俗语云，吃了饭而不挺事，肚里没板汁的。唐僧与国王相别，只谨言只谨言。既至亭内，嗔责他三人道：这笨货越发村了，这是什么去处，只管大呼小叫，倘或恼着国王，却不被他伤害性命，
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与他亲家里道的，他便不好生怪。常言道，打不断的亲，骂不断的邻，大家耍子，怕他怎的？长老斥道，叫拿过呆子来，打他20禅杖。行者果一把掀翻，长老举杖就打，呆子喊叫道：“驸马爷爷饶罪饶罪！”旁有裴验官劝住，呆子爬将起来，吐吐囔囔的道：“好贵人，好驸马，亲还未成，就行起王法来了。”行者捂着他嘴道：“莫胡说，莫胡说，快早睡去。”他们又在刘春亭住了一宿，到明早依旧宴落，不觉乐了3-4日，正值12日家辰，有光禄寺3部各官回奏道：“臣等自8日奉旨，驸马府已修完，专等妆奁铺设，合锦宴亦已完备，荤素共500余席。”国王欣喜，正欲请驸马复席，忽有内宫官对御前启奏道：“万岁，正宫娘娘有请。”国王遂退入内宫，只见那3宫皇后、6院嫔妃引领着公主都在朝阳宫谈笑，真个是花团锦簇啊。那一片富丽妖娆，真胜似天堂月殿，不亚于仙府瑶宫啊。有喜会佳音新词4首为证。喜词云：“喜喜喜，欣然乐矣，结婚姻恩爱美，巧样宫妆嫦娥怎比，龙钗与凤逼，燕燕飞金缕，阴唇皓齿朱颜，袅娜如花轻体，锦重重五彩丛中，香佛佛千金对礼。”会词云：“会会会，妖娆娇媚，赛毛强七楚妹，倾国倾城比花比玉，装饰更鲜艳，钗环多艳丽，兰心蕙性清高，粉脸冰肌荣贵，黛眉一线远山微，窈窕嫣然攒锦对。”佳词云：“佳佳佳，玉女仙娃，身可爱实堪夸，异香馥郁脂粉交加，天台伏地远，怎似国王家，笑语纷然娇态，笙歌缭绕喧哗，花堆锦器千般美，看遍人间怎若他。”因词云：“因因因，兰麝香喷，仙子镇美人群，嫔妃换彩公主装新，云鬓堆压髻，霓裳压凤裙，一派仙音嘹亮，两行珠子缤纷，当年曾结成鸾信，今朝幸喜会佳音。”却说国王驾到，那后妃引着公主并才女宫娥都来迎接，国王喜滋滋进了朝阳宫坐下。后妃等朝拜毕，国王道：“公主贤女，自初8日结彩抛球，幸遇圣僧，想是心愿已足。各衙门官又能体振心，各项事俱已完备，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合锦之宴，不要错过时辰。”那公主走近前，倒身下拜，奏道：“父王，岂赦小女万千之罪，有一言启奏。这几日闻得宫官传说，唐圣僧有3个徒弟，他生得十分丑恶，小女不敢见他，恐见时必生恐惧，
万望父王将他发放出城方好，不然经伤弱体，反为祸害也。国王道：孩儿不说，朕几乎忘了，果然生得有些丑恶，连日叫他在御花园里留春亭管待，趁今日就上殿打发他官文，叫他出城却好会宴。公主叩头谢了恩，国王即出驾上殿，传旨请驸马供他三位。原来那唐僧掐指头儿算日子，熬至十二日，天未明就与他三人计较道：今日却是十二了，这事如何去处啊？行者道：哈，那国王我也识得他有些晦气，还未沾身不为大害，但只不得公主见面，若得出来，老孙一去就知真假，方才动作。你只管放心，他如今一定来请打发我等出城，你自应城莫怕，我闪闪身儿就来，紧紧随护你也。师徒们正讲，果见当驾官同一致司来请。行者笑道：去来去来，必定是与我们送行，好留师父会合。八戒道：送行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，我们也好买些人事回去，到我那丈人家也再会心耍子而去也。沙僧道：二哥浅着口休乱说，只凭大哥主张。遂此将行李马匹俱随那些官到于丹池下。国王见了，叫请行者三位进前道：汝等将官文拿上来，朕当用宝花押交付汝等，外多备盘缠，送你三位早去灵山见佛，若取经回来还有重谢，留驸马在此勿得悬念。行者称谢，遂叫沙僧取出官文递上。国王看了，即用了印，压了花字，又取黄金十锭，白金二十锭，辽达千里。八戒原来财色心重，即去接了。行者朝上唱个惹道：聒噪聒噪，便转身要走。慌了个三藏一咕噜爬起，扯住行者，咬响牙根道：你们都不顾我就去了。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，丢个眼色道：你在这里宽怀欢会，我等取了经回来看你。那长老似信不信的，不肯放手，多官都看见，以为实事相别而去。早见国王又请驸马上殿，着多官送三位出城，长老只得放了手上殿。行者三人同众出了朝门，各自相别。八戒道：我们当真的走啊？行者不言语，只管走至驿中，驿丞接入看茶摆饭。行者对八戒沙僧道：你两个只在此，切莫出头，但驿丞问什么事情，且含糊答应，莫与我说话，我保师父去也。郝大圣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作本身模样，与八戒沙僧同在驿内，真身却晃得跳在半空，变作一个蜜蜂儿，其实小巧，但见赤黄口甜伟丽，随风飘舞癫狂，最能摘蕊与偷香，杜柳穿花摇荡，辛苦几番陶染，飞来飞去空忙，酿成浓美自何尝，只好留存名状。你看他轻轻地飞入朝中，远见那唐僧在国王左边绣墩上坐着，愁眉不展，心存焦躁，竟飞至他皮卢帽上，
悄悄地爬及耳边叫道：师父，我来了，切莫忧虑。这句话只有唐僧听见，那伙凡人莫想知觉。唐僧听见始觉心宽，不一时公关来请道：万岁，何锦家园已排设在知雀宫中，娘娘与公主俱在宫伺候，专请万岁同贵人会亲也。国王喜之不尽，即同驸马进宫而去。正是那协主爱花花作祸，禅心动念念生愁。毕竟不知唐僧在内宫怎生解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